主料：豆角400克，五花肉300克，玉米棒一个，辅料：蒜30克，姜25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蒜酱切好备用，豆角洗好备用，煮熟的玉米切成段，五花肉炒熟，加入豆角一起炒，豆角半色加玉米段继续炒，加少量水盖盖焖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注意水要适量，豆角本身不吸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